大家好，现在我来到了青海玉树，看一下，小薇也来玉树了，还有她身后的那辆车，特别显眼。我们在玉树又见面了，又见面了。又见面了，这是，反正第 N 次见面了。不记得多少次见面了。后面我要接下来走的旅行路线呢？小薇也想跟我一起走，所以，所以我们就结伴在一起再走一段时间。可能有很多朋友不太喜欢小薇，或者小薇的粉丝不太喜欢我的。但是自驾游嘛，都是出来玩的，哪有那么多顾虑呢？想结伴就结伴了生活是过给自己的，安全第一。昨天就是在这里露营的，看车上面还都是一层霜。除了宝宝还在车里，送给小薇一个东西，给一个相机，这是初次见面，希望我们不计前嫌，那我送你啥？哎，我想起来，等一下。不要送什么东西啊，那是相机啊，我之前买了一个，但是他们品牌方又赞助了一个。所以就送给小薇了。啊，他，这个应该是外地开心，人送平本地安。人的嘛。这是我去纳木错两根好的。好，谢谢小薇。这给一根。开心健康就对，也是相互赠送礼物，希望我关于们这不个。计前嫌，过往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，后面就开开心心的自驾在路上就行了，好吧？猴哥，这个10块钱，这个好几天，礼物不分贵重，好大吧？手笔呀、啊，礼物不分太贵意重。外了，就多这样少吧。人骂我都认了，哼，就凭这个。在玉树南面的这个停车场啊，我一来到就停这边了。之前我们也停在这里停车了，然后小薇是我停在这之后，他也知道我在这儿，就过来了。我这衣服跟锄头这个感觉好像啊，锄头见到老熟人了，这属于。锄头，来看一下小薇的这辆车，真的霸气啊！风铃铁骑版。风铃铁骑，前两天我在雪山，我都想到你这个车了，肯定一把就上去了。对。我那个怎么就上不去？哎，对哦，你以前装过绞盘，对。你知道怎么买？我也想装一个绞盘。这种是通用的，直接买个绞盘就可以装。因为这边的路，买一个到时候去哪里装，南迁、扎多都可以。可以，真帅呀，这辆车。这是今年新款，但是我想换。你还想换？我想换那个坦克400，想换电的，油电混动，这个油耗高。这还想换？你这个那卖给我吧。真的？真的置换行送吗？你了。置换。送给你。我这辆车。怎么说呢？适合跑跑公路，但是越野真不行。越野那个轮胎容易打滑。等你卖二手的时候，行吗？就嫌我便宜拿给你呗，没问题。你要真买了，这个肯定要卖呀、啊，是不是？对，我真的要换400，我换400，你要就拿给你嘛。有新出的车是带电的，这些车里面就不用户外电源了。行，等你换400。祝你早日换400。我元旦后吧，元旦后，我们就明年吧，或者。现在去吃饭。我们现在走在的就是结谷大道，其实玉树特别小，就沿着结谷大道一直走，一会儿就能从南走到北。这边小伟，去吃这个川菜馆吧。这边有个川菜馆，弄个炒菜，弄个米饭。看一下这边的物价，菜价还可以啊，感觉比内地稍微贵一点点，稍微贵一点点。带肉的基本上都30多、40多。点了两个菜，一个汤。这还好了，在阿里那边更贵，一个米饭10块。土豆丝、炒肉丝，还有一个汤。我一个人天天都吃面啊，吃饭。我也从来没吃过炒菜，都吃面。两个人可以搭伴吃俩菜，车里面也是非常乱啊，准备收拾一下，我们离开了。那天在雪山晚上缺氧了，就给拿出来了。晚上缺氧睡不着觉，
从家里带的桃，再给你一个，都是给你的。就来一个大的。等你吃的时候再给我要吧。从家里面带的桃，我们家乡那边的冬桃，特别甜。走吧。你的声音是不是很大啊，外面？很大。里面听不到。隔音好。这越野车就是不一样。现在我们准备出发了，我不喜欢待在市里面，在这里停了一天，我就准备接着走了。看小薇这个车是真大，大货车走在路上啥都看不见了，但是今天天气特别好，可以看一下蓝天白云的前面雪山，马上一路爬坡，现在我们来到垭口了，因为这边路比较偏啊，垭口也没有那个牌子。这里是格拉山垭口，海拔4800多，后面开始往下慢慢下山了，都是雪山。这路太难走了，都是越野路线啊。小薇刚给我一路的第一天，就带她来这里的。终于让我找到了江家多德神山，看一下，现在山上面正在下着雪啊，所以看不太清。我们开车往上走一点，沿着这边车辙印，哇，下雪了，手动一档直接让我冲上来了，小薇还在后面。这接着往下，再从这往下走啊。神山，还有山上面的冰川，哇，太震撼了。在看圣湖之前，先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车。当当当，这个底盘这个东西磕掉了，看一下。不过还好，这钣金什么并没有坏，只是把这个塑料壳给磕掉了。来到这里真的太不容易了，哎呀，还是这辆车厉害啊。可以啊，你真会找地方啊。我找的这种地方就适合你这种车，懂吧？那边山上都照出来了，日照金山，神山圣湖。能到湖边来是很长的很难走的越野路一段，那边日照金山马上就要出来了啊。
赶紧航拍一下，无人机航拍一下，不虚此行，车上磕碰小磕小碰，真的对得起这美景了。现在太阳已经落山了，没拍到啊，没拍到，刚升起来太阳就下去了，降落。